前段时间有粉丝说想靠我做这个竹筒饭，但是我也没做过，刚好昨天有砍了一根竹子，今天我要尝试做一下看看。我在网上看到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开个小孔，把米放进去之后把它堵住，还有一种就是这样孔比较大的，拿个红薯啊或者什么东西直接这样堵住，这种会快一点。我现在两种都做一下，看哪一种好一点。先把这竹筒洗干净，我准备放一点腊肉进去，腊肉切成丁，再放一点香菇，也是切成丁，我先把火烧起来，把这个腊肉和这个香菇放进这个米来搅拌一下。我泡了两种，一种是糯米，一种是鲜米。我已经放了有盐和少量的调料，这样吃起来会好吃一点。这个不太好灌，要慢慢的灌。哎呀，放一点水进去，放一点水进去，不然会太硬了。把它塞住，我这个是茄子，这个比较好塞，这个最难的已经解决了，这种会比较好灌一点，直接塞进去塞满就好了。这个也要放一点水，也是用茄子堵住。OK， 又好了一个。哇，终于被我打开了，第一次做，真的蛮好吃的，放了腊肉在里面，那不要干了。拿去。拿去吧，这边没来。那是你那边的。哎呦哎呦。你好吃。他妈的，我拿着吃。好不好吃，师傅姐？好吃。那这几个哪会吃这个？不然还吃我侄子和侄女都蛮喜欢吃的。好吃吧？
还有一个呢，啥子啊？